然后我看一下这题哈，他说设 n 为正整数，他说一个矩阵1012，对吧 ？n 次之后代表这个矩阵自成几次 n 次，并这个矩阵乘起来会等于这个东西，各位。但一次的时候乘起来叫 a 1 b 1 c 1 z 1，但两次是这个 a 2 b 2 c 3 z a 2 b 2 c 2 z 2，但这三次时乘起来仍然是 a 3 b 3 c 3 z 3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。问你下列选出正确选项，所以说这题你看一下题目选项的地方齁，麻烦你认命一点，把 ABC 珠全部算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把 A1B1C1珠2A2B2C2珠2全部算出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怎么算？我先假设 A 好不好？ A 叫1012，这样行不行？什么叫 A 平方？就把1012平方行不行？把 A去乘上多少 A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，直接任命吧，把它乘起来自己一，这边乘起来自己三，这边乘起来自己零，这边乘起来自己四，对吧？好，那 A 三方呢 ？A 三方可以写成 A 乘上 A 平方 ，A 自己 A 把它写出来 ，A 平方呢也是一样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之后开始。把怎样乘起来？一、七、零、八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麻烦你把这边算出来之后，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后面选项地方的。来，第一个选项，他说多少 ？A2 等于几 ？A2 就是乘上两次 ，A 是这个位置，一，对不对？对齁，第一个好不好，第一个选项是对的。第二个 B 选项 ,A1,A2,A3 乘等比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 ,A1 是几 ?A1 是这个位置 1,A2A,A2 是乘两次的时候是几 ?1,A3A 也是几 ?1, 老师都一样呢，都一样有乘等比吗？有，对吧？所以说基本上它还是乘等比，没错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只是这公理会怎样？等于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所以还是乘等比，没错，所以公理是几？一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对的 ，C 选项，珠1、珠2、珠3乘等比，对不对？来，珠在这个位置，珠1、2、珠2在这个位置4。珠三在这个位置八，二四八有没有成等比？有成等比，对吧？它确实也是成等比，没错。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而且公比是几？二，行不行？所以它确实是成等比，好不好？而且公比是几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所以说第 C 选项是对的。再看珠选项。他问谁？珠1 B1 B2 B3 B1 B1 是几 ？1 B2 是几 ？3 B3 是几 ？7 告诉我137有成等差吗？不成等差，对吧？这差二，这差是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所以不成等差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看一下题目说他们说成，他说 B1 B2 B3 成等差对吗？错，所以珠选项错了。再看一选项，一选项讨论谁 ？C1、C2、C3， 来 ，C1 是几？零 ，C2 也是零 ，C3 也是零。来，告诉我，他说成等差对不对？哎，老师都是零的，有成等差吗？算，为什么？他算成等差，好不好 ？OK， 他算成等差，只是他公差是几？零，他公差是零而已嘛。那算不算成什么？算，所以说正确答案是谁 ？A、B、C、E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